很清楚啊，东西不重要啊。喂？耶！东西你可以免费的药房认领，不重要。上面写着这可以让我在药房里任选五种啊，这加在这里面的，这他这个药房里可以任选五种啊，没这个东西的，怎么没有呢？肯定没有，这上面写的这么清楚，你看，如果说他恭喜你可以，他送给你五盒三厘透。可能的，在我们药房里供选五种药，因为如果它是导数效果的话，那就是它三厘通供需的。不知道这么写的很清楚，是在你这上面要选五种药嘛，对不对？很清楚，这上面要选五种药嘛。这上面写的这么清楚，你看，那个维 C 怎么会在你这里能买到这样的药，对不对？肯定是有这回事才对啊。那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看啊。这里是加拿大的法语区魁北克省，我们的魔术师 Kobe 将在这里表演科幻的美女现形术，不要走开。就是这口气才能拿四张 S 红黑互换的，你说什么？不相信没关系，看我们的魔星和母亲的下档节目中如何破解各种奥秘。还没说完，现在核心精算188，打两分钟就送一分。注意，超干净来了！新黑人超无牙膏，超干净配方，由超维 C 洁齿成分，有效去除机构，给你全新的干净。嘿，好清凉，牙齿超干净，新黑人超无牙膏，全新干净 ，Super。
你口不容你收 M&M's 巧克力。Your head. 是你在玩空间，还是空间在玩你？效率车 ，New Matrix， 百变登场，现代汽车。卡缪在《瘟疫》这本书中说，无知是一种罪恶，可是把无知当成无所不知，那就更可怕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野，我是国家地理风云榜七月份的主持人，将介绍事故和瘟疫有关的纪录片，请千万锁定国家地理频道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拥有知识的人。国家地理风云榜，每逢周五晚上九点。姑娘们，该进城了。我在当中还是你在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喜欢鼻子比较大的男人。今晚的优胜者，美人关，星期三晚上九点，卫视中文台。又到了期待的教魔术的时间了。今天要教大家什么魔术呢？很简单，扑克牌魔术。魔术，但是呢，不用那么多牌，四张而已。四张什么 ？S， 没错，没错 ，S。大家发现 S 有几张红色的？两张。黑色有几张？两张。没错，总共是四张。好，再仔细看哦。我先把 S 这样排列，红色面对面，里面是红色的，外面呢？红色。好，再问大家一次，中间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外面是黑色。里面是红色。外面是黑色。外。黑色。外。外面，黑色，都很清楚。中间是红色，中间是红色，外面是黑色。千万不要忘记，忘记就变不下去了。仔细看，仔细看，魔术就在这神奇的一刻哦。中间是红色，外面是黑色，都要吹口气，从中间吹过去。
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现在中间是黑色。什么神奇？什么神奇？不神奇吗？啊？再来一次哈，中间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后面是黑色。再度的交换，再度的交换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拿去检查。来，掌声鼓励下来。想不想学？对吧？好，好，各位小朋友，刚才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四张 S 的魔术？好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是怎么变的？本来是两张红色在里面，跑到外面，又跑到里面，跑到外面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这个魔术难不难？难。我告诉大家，一点都不难。要学会这个魔术呢，所需要的时间两分钟，两分钟。好，有多简单呢？大家看我做一次哈，四张 A， 没有任何的机关，用到的只有一双手。四张牌，我们先把它这样子排列。红色在里面，黑色在外面，千万要记得这一点。红色在里面，怎么记呢？打麻将，红中，有没有？红中，记得红中，会知道红色在中间，黑色在外面。那黑色在外面，红色在中间，我只要吹口气。黑色就会跑到中间去，很简单。好，大家仔细看。其实呢，当我这么拿着合起来的时候，大家看我右手的中指跟大拇指，左手的中指跟大拇指去抓对面的牌，右手抓左手，左手抓右手，像这样。互相交换，然后吹一口气，在吹的时候两只手分开，是不是就交换过？再看一次哦，右手去抓左手的牌子，左手去抓右手的牌，是不是就交换过来了？再来一次。当然，我们在变这个魔术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当然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仔细看，我们要吹一口气，懂不懂？好。重庆小朋友，我们现在从头开始，我们来变一次给手机看，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看一下。我这里有四张牌，两张黑的，两张红色。现在我来换一下顺序。是这样吗？旁边那位同学已经开始着急了，是这样吗？来，我们再讲一次，从这开始，我们这边有。对，我们这边有。我这里有四张 S， 两张红的，两张黑的。现在我来换一下顺序。
错，就是这样。抓不是抓这边，抓侧边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不要换了，再来一次。非常完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请回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。有没有不懂的地方？真的会的，确定会的，真的会的。好，从你们自信的眼神，我可以知道你们果然真的是会的。那么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来。我们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，拜拜。你听说过乌龟汁专卖店吗？你知道现榨的新鲜乌龟汁可以养颜美容、调理虚寒吗？在下一集的魔星高照里，看我们的魔星一号刘谦将如何推销现榨的乌龟汁。预知结果，不要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魔星高照。即将播映的是巨星网。孙燕姿，然后我很希望变成跟她一样。有一点，还是跟孙燕姿很像，像就是前面看后面看。欢迎张伟。酷，口罩戴四层。酷，看台湾霹雳。猫。酷。今天推出的单元就叫做 Cool Friends。Stupid Cupid, you're a real me.In House 每周四晚上九点，卫视中文台。这是 Song。您正在收听中文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阿康，在我们现场有唐湘龙先生、李永平委员以及胡忠信先生。总统选举离现在大概八个多月了，好，那
目前看起来民调哈，因为几个主要媒体的民调，它有某种程度的差异了啊。目前看起来 TVBS 的民调呢，好像每一次连胜都超过50%啊，大概都是50啊对30啊，53啊对31啊，这个53啊对32啊，52对31啊，我们就看最近几次的民调。最近的三次啊，大概这个情况是这样。那么联合报、中国时报的民调，连胜也是赢啊，可是呢，赢的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幅度哈。那我也知道，另外一些民调呢，连胜赢，那赢的幅度就小了啊。也许有些民调，连胜只赢了这个8%啊，6%啊，这很危险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以3%的这个误差来看啊，就。差的蛮多，再加上有很多是民调调不到的啊，比如说，因为做民调一定晚上6:30到9:30做，白天做的民调是不准的。白天因为都是老弱妇孺在家里，所以白天的民调是不可看的。如果哪一个机构跟你说他都是白天做的，你可以把那个民调丢在那个垃圾桶里，是没用的啊。那10以后可能有人睡觉了，所以一般的主要媒体的民调一定都是，比如你们《中国时报》。做一定是晚上6:30到9:30，他不可能在10以后给他骂啊，也不可能在下午3-4做啊。那因此，很多人，譬如说你说媒体的记者好了，晚上你们报社晚上去上班，他怎么可能家里等民调呢？夜市的摊贩哦，那个 pub 酒廊里面的小姐，喝酒的酒客，司机啊，其实很多现在。晚上啊 ,7-11 啊，这种这个什么这个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夜间的那些店员啊等等啊，都不会家里等接电话的啊。还有不少人电话是没有登记的，你根本打不到嘛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些人呢家里电话是登记公司的啊，因为他可能公司的这个重要的经理啊等等啊，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私教，这个私教加起来啊20-30%可能都有了，所以你漏掉那个20-30%的，而且传统上这些民调是支持民进党的，以前是支持民进党，这次会不会变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民进党以前是在野党嘛，所以可能这些啊是支持在野的啊，那将来会怎样不知道。所以相当你来看啊，就是我想你民调也看了不少，你整个来分析，到目前为止，整个选情以及未来8月会发生什么变化。未来几个月，当经济情势可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经济可能会好一点，可能会好一点点，但是好到怎么样程度不知道。那当阿扁也看得出来，反正在做一些比较短线的这种，就说救急的这个动作了，大概只能够救急，不能够救穷了，包括失业率啊等等。那还有一个变数就是说。我在注意，就是扁政府最近的操作，包括把很多的政治动作都提前了。他们是不是在顾虑说，今年到了秋冬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选情要加温的时候 ，SARS 也要来，可是那